这个是刚刚打开的竹筒饭啊，哎呀，飞了，烤鸡头，还有我让一眼睛，我让黄一蕊。酸菜鱼，咱们接着吃啊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吃的扣一，不喜欢吃扣二。吃鱼一定要小心。嗯。一次包菇。在食堂点了一份小笼包，然后叫的外卖。中西合璧，看，哎呀，比我上过食堂吃。这个橡皮泥吗？就这种软软的，20泰铢一份。好难吃。刚做好的樱花布丁啊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宝宝们给个双击加关注吧。哎呀，吃一个。今天晚上最硬的菜来了啊，来个大的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好烫！酸汤馄饨，酸汤，好辣。老姐们啊，焖一下饺子。尝尝，看着有食欲的给个小红心。如果出丝了就给个双击，不出丝就不要了。够不够的？再问老头。相当于就给了姐说你啊。宝宝们吃馅饼了啊，薄皮大馅。看。慢点吃，你烫。煎饼果子啊，好吃。冷面吃起来，还有柿子，还有麻辣鸭货，马上直播啊！藕片儿，老铁们，大长头继续搂它啊！刚才有好多宝宝说没看过瘾，那么咱马上开始直播，继续吃啊！
喜欢看我吃猪大肠的赶紧来啊、哦、装鸡热热热。嗯嗯嗯嗯。这个是炸虾的紫菜包饭，巨好吃。凉拌果啊，还有金枣，好香。艾草大福，这是芝麻的，是芝麻的。好香，老铁们吃个冒菜啊！我看你吃、啊，一会儿直播吃，还有大盘皮皮虾，嗯，饿了吗？今天吃的是港菜，特别烂乎这个，这是重点要点。这黄焖鸡做的特别嫩啊，金针菇啊继续吃。如果说你们喜欢吃金针菇的，能不能给我来个双击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。这是没烤好的鱼包饭，这是我的烤好的，我第一次吃，尝尝啊。啊，好烫。嗯，一般般。爆头，你墨子专一，666，绵绵冰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样品和食物的区别，天壤之别，不过也挺好，可以吃。嗯，哎，港胡子，大扇贝肉啊，超大扇贝肉，走起来啊，饱满，实在饱满。小粉丝。Hello， 宝宝，这是冰淇淋曲奇。二维码这种信封是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，随意扫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欢乐。行，不吃啊，没糖刚才骨头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我。你有啊，宝宝。肥牛饭特别好吃。吃啊，姐姐别吃了，吃个火腿肠吧，辣坏身体了。泡椒，终于可以吃到嘴了，看着大结果。西红柿炒鸡蛋，
汉堡。马上直播，想吃的速进直播间，大福，然后那个龙虾尾、海兔是一个套餐，还有就是小咖，来个夹心海苔啊，觉得脆的给个双击啊，麻酱大凉皮儿。老好吃了，红烧五花肉，热汤。这个叫奶奶的美食，后面这家店，这是一口肠，满嘴都有，还有这豆腐，超级好吃，十五一份，吃下喽！想吃的朋友给双击啊，先从尾巴揪出来。很尴尬啊。好吃的辣炒火锅丸子教程在上个视频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开灶。朋友们，又到了跟你们要小红心的时刻了，帮我双击1000个小红心，今天晚上直播直接吃它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给我一个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自己炸的油炸糕，尝尝。嗯，我每次回东北都会吃这个，特别好吃。米线，米线。这个是东北的叉条子，不是面条子。本来我就不会用筷子，是流光啊，不好夹呀。
给你拿个叉子。夹上来。哎。